好的，各位同学，我是亚当。今天呢，要教大家在我们下杆去做臀部做旋转的时候，我应该要注意什么事情？我应该要注意什么细节，才能够让你在下杆的时候，你杆头的轨迹可以比较能够照横拍的位置去走 ？OK， 我们上一集是不是讲到，在下杆的时候，你的下半身不会像铁杆一样移动的这么多？我会让下半身呢尽量在原地去做旋转，即使有做重心转移，也不会让你的髋去移动那么多。为了让你的脊椎可以维持在球的右边，进而达到去横拍的效果。好，来，各位同学，记得一件事情：当我在大量的旋转你的下半身的时候，记住喽，一定要去维持上半身胸口的面。什么意思？好，来，胸口的面 ，OK， 好，对，胸口的这一面哦，这样讲哦，突然卡词 ，OK， 好。记得一件事情，我们在下杆的时候，如果我的臀部的旋转到你的身体也跟着转开的话，你会发现一件事情，我的杆子呢很容易就被丢到外面去，除非你有过人的杆头的控制能力，或甚至你的肩关节有过人的活动度，你才有办法持续让杆头能够留在 inside 的位置。好，但是呢，我遇到大部分的球都是这种情况，就是他们很想要去做出很大的旋转，在做很大的旋转的同时，他的上半身也跟着转开，这个时候他的杆头就会丢到外侧去，进而形成什么砍球的状况。这段讲的真的很顺哎、欸、，OK， 好，所以记得这件事情哎。欸，我很常在教我的学生的时候，我都讲到一个重点，就是说，好，即使你现在要让你的下半身做大量的旋转，我都要以胸口能够稳定的面向前面为前提来去做旋转。好，为什么？你看哦，当我想要让我的杆头从横拍的角度去击球，如果我让我的身体去做转开的话，它一会跑到外侧，意思就是我在下杆的时候，我的身体只要能够面向右边哦，感觉面向右边也可以，这个右边，这个是前面，这个是右边。当我身体感觉面向右边的时候，我的杆子才有办法从侧边的位置，也就是横拍的角度来去击球。OK， 各位同学，这很重要哦。你会发现很多球友有 slice 的问题，有右曲球的问题，有砍球的问题。他们会觉得说铁杆都距离都 OK， 可是一拿到木杆的时候距离就不见了。为什么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。当他们下杆在产生力量的同时呢，他们没有去注意到杆子应该要从横拍的角度去击球，进而就变砍球。各位同学记得一件事情，当你的 driver 有打到甜蜜点跟没有打到甜蜜点，两个最多可以差到 20%。 各位同学什么概念？300码瞬间变240码，250码瞬间变200码，200码瞬间变160码。所以你挥杆速度再快有什么用？重点是能够横拍的去击到球，横拍的打到甜蜜点，这才是重点，好不好？所以各位同学，我们在下杆的时候，在顾旋转之余，一定要能够去确保我的身体能够保持稳定，这样才能够有一个横拍的击球，才能有一个漂亮的轨迹去打到球。OK， 好不好？来，各位同学记得跟我这样练，臀部走。好，我们刚刚是不是讲说不要太多移动，我们单纯做旋转，旋转有没有？好，即使在做这样的旋转的时候，我的胸口也尽量让它保持关闭，方正面向前面，或者甚至感觉面向右前方的感觉，这样去打，这样我才有办法让我的杆头是这样横拍打到球，而不会变成这样打到球。OK， 好，来，我们试看看哦，感觉胸口保持关闭，这样击到球哦，来。好，各位同学，今天影片就到这边，记得练看看哦。下半身旋转的时候，让上半身保持稳定，保持关闭，你才有办法横拍击球。OK。